79亿。1400亿 Leti 芯片白马股又有大动作，网友却慌了。9月29日晚间，抛出一份金额79亿的非公开融资方案，拟投向湖北三安妮妮斯 H-Micro， 显示产业化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。去年6月公司刚刚完成一轮70亿的再融资，目前效益未达预期，公司控股三安集团和三安电子已以融资的方式持续融资，用途为生产经营。目前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占比上升至 36.92%。 根据三安光电此次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35名符合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，所有发行对象皆以现金方式认购非公开发行的股票。